台湾为下野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？车眉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失明、瞎眼，指眼睛失去视觉能力。力车眉尿打掉吸尿器，瞎眼猫咬到死老鼠，指一时侥幸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